已经误会啊！一个世界百岁，让袁咏武干的乱糟糟，我真的就需要你来接手世界建设。啊，你算杨姨，无想要做杨生春，还当交予你来做啊？这敢讲是张志成的工地，真正是冤家落的，还是心里亏好啊？大哥，胡乱打，你该做清楚。你个冷静啊！你上我，还是好啊我？我跟你签名。阿冷静嘞。就是前面那个说的，董叔刚签好啊！哇，拜托的，一定要给志成救起来，我求你，拜托的。放心，伊就是知名脑外科权威，一定会尽力。无必自省，这个平安无代志，多亏这个难关。医长，原来是医长替我把开刀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因为阿姨讲，医长有技术足好诶。医长是台湾上厉害的脑外科权威。手术真顺利，已经清除大部分的血块，包括坏死的组织啦。杨哥，这病人脑部受伤的部位是个语言区，就有可能以后会影响伊的表达能力。那你的意思是讲，以后志成真有可能会袂当讲话啊？必须。哦。我姓陈啊，我是吼。跟什么关系啊？你那是指是不是会当恢复甲受伤进程的程度？这我只会当讲一半一半啊。严格至少啊，这病人目前的生命迹象是稳定的。所以，阮爸到底会好起来还是未好起来？医长，你一定要救阮爸爸！哼。这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讲啊，拢是平等的。不管恁是毋是有叫我一声姨丈，或是阮太太对张志成有偌大的成见，我拢会尽我的全力救伊。姨丈，不管安怎，恁两个兄弟，只要好我照顾恁爸爸就好啊。你敢会当赶紧进册啊？那无我真正足惊吓，伊连世界集团拢会抢去，到时阵我是要安怎？爸，是我不好，你莫生气啊，你莫把我一个人。我真正无想要参像细汉时阵，你干嘛把我一个人当去哭啊？不管你想要受气，想要拍我，只要你敢来有我，爸，是我无路用。一毛我先苦逼，把你看清楚啊！我真正唔知影，我敢有才调会来甲公司收掉的。假使你清楚，看到公司安尼乱七八糟，你会对我做失望对无？
你敢知影？有时阵我看到你看瑞德的眼神，我真正足惊吓。特别说瑞德是你上骄傲的后生，我说是让你上失望，迄个猎物仔惊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给我加一寡爱，就亲像疼惜原子同款，用真心疼惜我。爸，你有听到无？爸，你看见真神啊！你卖帮我吃好无？你有听到无，爸？你看见真神啊，爸！你卖帮我一个人。爸，爸。